想吃麻辣香锅，不用去外面买了，自己在家做，干净又卫生。现在把这些配菜切一下。水开，把自己喜欢吃的配菜煮熟。这些配菜煮熟了，把它捞出来。再把西兰花、香菇、丸子、蟹柳。处理好的虾来煮一下，一起把它煮熟。这些也煮熟了，把它捞出来。锅里有一个葱姜蒜、辣椒、小香。好吃的秘诀就是麻辣香锅调料，来一包。先把它炒出香味，再来点洋葱，再把煮熟的配菜倒进去，再把它翻拌均匀，就可以出锅了。看我表演啊！到了蛋，嘿！这个时候我好想念三哥。来撒上一点芝麻和香菜，麻辣香锅就做好了，麻辣鲜香，太过瘾了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。